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我要做三件大事，你们想知道是什么事吗？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妈妈倒一杯水。妈妈，你辛苦了。这个真乖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要给爸爸一起做运动。屁股头靠着墙啊，对爸爸对。非常棒啊，很赞啊，继续加油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我要送爸爸妈妈一份新年礼物。爸爸妈妈，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，你们喜欢吗？超喜欢。这是你送给爸爸妈妈的全家福吗？是呀，这是我，这是妈妈，这是你，这是谁？啊，还天安门呢，这是灯笼，还有彩虹。啊，那为什么画天安门呢？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呢，我长大了想要跟爸爸妈妈去天安门玩。好的。